早上，多谢大家。我哋喺呢個時候咧，要將個獎頒俾張景成導演嘅。Thank you.
Thank you.
個嘅頒獎嘉賓，我哋用 Keep It Style 劉嘉玲小姐。
我同你認識咗四十年，我當日都知道呢條友咁勁，但係估唔到勁到咁犀利。我又好，你咧？我諗你覺得你純啲嘅，咁我對你非常之啊，唔知你講完未？唔係啊，你講咗，你諗多啲啊，講嘢成日都。不能噶嘛，啲人性唔係幾好啦嚇。你真用，多謝多謝。我開心今日幫翻呢個人，因為唔使謝。因為我自己入行嗰時候，我覺得第一個對我最大的啟發是學劇本導演咯，真係。你講多咗啦，佢啟發咗我。因為我翻工嗰時候，我覺得我話咧，我做幾多錄影嘅拍戲嘅時候，誒翻工望下呢個裝咁樣，因為我覺得。Thank you.